取出几颗？几颗秘密？有没有超过十颗？当然有喽。自己打针吗？嗯，有。有选。我其实前面已经有比较好，因为我打的是那种长效针，但是最后还是有一针破卵针是自己打，就没有真的像人家偶像剧那样，我每天扎，我没有用那一种，我用另外一种。对，就是有一针要自己打破卵，对，把卵弄破的破卵。对，就是在手术之前打的最后一针。对，我只有那一针是自己打，前面都是给护士打，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怕针口。我就不能看，我常常捐血，但是我就不能看。那不能看的情况之下，你还要我自己打，就是我怕是打错，那错过那些黄金时期，或是打坏，或者什么的。我是掐着打，因为掐着感觉比较不会痛的，就是掐着，而且他就是会，我又很怕位置打错，所以我要问他说范围在哪里，然后我就用我的这一个痣跟下一个痣当做那个距离的一个量测基准，就哦，那所以是这颗我的这颗痣到这颗痣之间这边都可以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真的很怕打错。你现在跟有人，你现在怎样关系？就好朋友啊，你们真的不要那个一直问我为什么要求我。我就是好朋友，你们不要一直写到别人的名字。你有没有觉得动卵很自由？对啊，我今天来动卵就是以防你们以后一直问到别人的名字，从今以后不要再问别人的名字。没有，你们不要一直问我什么东西啊。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好朋友呢？你们都没有好朋友，你是梅桃花。我妈就只是这样问，然后我就说没差，反正就是先动再说。先动再说。对，但要是我是谣言号的话，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提醒，就是我一定要加紧动作。你们这样子真的很过分，不能这样子给任何人压力哦。我觉得这样子不对。没有，就你没有，你自己选择一定自由，就是决定我动起来再说。但要是我是你男朋友，我就会想说，哎，我是不是该求婚？我要是有点动作。